熊国宝生于1962年11月1日，1972年开始学习羽毛球技术，1986年代表中国羽毛球队参加汤姆斯杯大赛，打败印尼名将林水静，一举成名而夺得冠军，为中国队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被国际羽坛称赞为中国长城，被中央领导高度赞扬为国宝，国宝真是国家之宝。他和杨洋、赵建华、李永波等名将合作，连续获得1986、1988、1990年三届汤姆斯杯冠军，创下世界羽坛罕见的历史。1990年10月代表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团体冠军后退役，其反手击球技术被世界羽坛称之为天下无双。目前熊国宝凭借多年的训练和比赛经验，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技术、战术，特别是一流的反拍技术奉献给大家，特把这些拍摄成 VCD 让大家欣赏。国宝献技由汤姆斯杯得主熊国宝先生亲自讲解示范，将世界最顶尖的反拍技术奉献给大家。持拍，正确的握拍是用虎口对着这条棱角和拍子成一条直线，首先握拍要放松，手指要放松，不要这样握柄抵住掌心，这样握拍的话很死，因为这里面没有空档。正确的握拍呢，这里应该有空档，在手掌的这个地方也应该有空档，三个手指之间也应该是空的。刚才讲的是正手握拍，反手握拍和正手握拍不一样。反手握拍主要是靠大拇指，有的人反手握拍的时候，大拇指抵在这个地方的边缘。我自己认为呢，我是握在这个地方的中间，这里有个棱角，但是掌心也是空的。同样虎口在这里也有空档，这样便于发力的时候可以用到手指的力量。有些人也是这样的，他握反拍的时候这里贴得太紧，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握拍方式，因为这样手指就使不出劲儿了。技术要领，握拍要放松，手掌与拍柄保持空间，接球时利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，正确掌握反手握拍的方法。发球，
发球的站位是因人而异的，有人喜欢站在这个地方，有人喜欢站在这儿，也有人喜欢站在这儿，那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来确定。正确的发球技术从脚开始，脚呈丁字形，两个脚之间大约是80到90公分之间，脚的整个重心在右脚上，左脚是自然而然的放松，脚尖着地，两手保持一定的角度，左手自然抓球，不要抓得太紧，身体的重心随着拍子来移动，重心从右脚转移到左脚，同时把右脚跟抬起，球自然而然地被发了出去。双打发球有两种，一种是正手发球，另一种是反手发球，一般普遍采用反手发球。反手发球有两种，一种是平头发球，另一种是头对着球拍直接击打球头发球。这两种发球普遍采用的是平头发球。平头发球的要领是，在发球前的时候，重心先往上提，大约是提高1寸左右。发球的时候，拍子先往回拉一点，随后再把球发出去。技术要领：身体重心随手臂移动，区别平头式发球和打球头式发球。专为羽毛球和网球爱好者而设的球拍穿线专门店，店铺分布广州，除了本地零售外，更欢迎游购。任何高球、吊球、杀球，他们的挥拍动作、准备动作都是一样的。高球也好，吊球也好，杀球也好，后场准备动作，两手拉开，左手的大臂与肩平行，小臂垂直，它们之间互相成一个角度。右手也是这样，大臂与肩平行，小臂成一个角度。在击球的时候，重心往上，把大臂提起，用小臂来击球。随后自然而然地放下，左脚轻微提起，用脚尖点一下地，整个重心在右脚上，随着拍子的挥动，重心由右脚变成了左脚，这个时候右脚再轻微的提起，任何高球、吊球、杀球，他们的挥拍动作都是一致的，只是在击球的一刹那的时候，手腕有变化。
正手后场高远球。正手后场高远球又分为高远球和平高球。我们普遍讲的高远球和平高球，它只是一个拍面的变化，动作要领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后场的高远球，它主要是在手腕和手指的角度上的变化。在举拍的时候，往上击打的一刹那，用手腕带动手指把球击出去。注意击球一刹那的时候，手指要并拢，接球前手指是放松的，像这样手腕带动手指出球。对角高球只是一个拍面的角度问题，动作都是一样的。正手后场杀球，杀球主要是在以上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手腕的变化。手腕在击球的最后一刹那的时候，是用手腕来扣杀。这样是直线杀球。对角杀球只是拍面指向对角，在杀球的一刹那的时候，手指、虎口和空心的部分全部要抓紧。后场正手吊球，吊直线球也是一个手腕的变化，在击球的一刹那，用手指和手腕做出一个削球的动作。这里要击打的是球的侧面。吊对角球的时候，是要将拍面变成一个半圆形。球飞来的时候，切球的外侧。现在示范正手后场高吊杀的动作一致性。正手后场被动球，正手后场被动球主要是因为球路很低，步法是一个弓步，用小臂带动手腕和手指。在击球的一刹那的时候，用手腕和手指发力击球。击球时手指抓紧。用手腕来掌握直线和对角。击对角时拍面要对准对角。Thank you.
这是滑板的吊直线球，这是吊对角球，这是切球。技术要领，正手后场的高球、吊球、杀球动作具有一致性，利用手腕和手指掌握球的轨迹、路线。后场被动球动作和步伐要紧密配合。龙腾除了有多间分店为你服务之外，你还可以在这个网址看到我们最新的产品情报和会员动向，欢迎查询全球。正手后场头顶区域，头顶区域的高球、吊球、杀球的动作要领不是一样的。人的身体要有一点往后仰，击球点的位置是在这里。击球的角度是这样的，这是直线。击对角球的话，手腕要向外，杀球是用这个手腕，杀直线的话，手腕是对准直线。这是杀对角球，头顶区域的吊球和正手区域的吊球几乎是一样的，只是它的身体是往后仰的，而且在击球的时候，它的位置是在头顶区域。这是吊直线球，吊对角球的时候，拍子往外翻一点，削球的侧面。下面给您示范头顶区域的高球、吊球、杀球的动作一致性。技术要领，在击打头顶球时，身体后仰，击打球的最佳位置是头顶正上方。龙腾为你搜罗世界各地优质的网球、羽毛球拍等等，并引入欧洲先进的电脑穿线系统，以提供最高水平的穿线质素。正手往前技术，正手往前有搓球、勾球、推球、挑球、扑球，大体上是这样五种。正手往前搓球，正手的往前搓球，它的要领主要是脚的弓步要站好。
随后两个手自然而然地提起，左手保持平衡，右手伸直，在搓球的时候主要是靠手指的力量，抓拍要放松。搓球有两种，一种是由上往下的切球，另一种是直搓，它根据来球的不同角度来采取一种相应的动作。正手往前勾球，正手往前的勾球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快勾，一种是假动作勾球。勾球在握拍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变化的，如果你是正手握拍的话，一旦勾球时拍子可以略微转动一下，转成稍微倾斜一点。快勾的时候手要伸直，重心要比搓球的时候更靠前一些。快勾就是球直接过来进行勾球。还有一种是假动作勾球，假动作勾球有一点像搓球，它动作要领和搓球一样。正手往前推球，正手往前的推球，推球的要领是靠手腕和手指的力量来推球。推球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直接推球，另一种是假动作推球。假动作推球就有点像搓球或者是放网，它引导对方上网以后突然把球推出去，这样具有一定的隐蔽性。直接推球是用小臂带动手腕把球推出去，正手往前挑球，挑球是一种承认自己被动，使球打得又高又远的一种办法，就好像发高远球一样。挑球的时候，步伐需要站成弓步，左手保持平衡，右手略微往后拉一些。当球过来的时候，用手腕和手指把球挑起来。正手往前综合练习，thank you.
技术要领。正手往前弓步是关键，用手指的力量掌握球路，搓球、吊球、推球动作具有一致性。多个国际赛事的特约穿线专门店，每个员工都是热爱体育运动的专业人士，他们的丰富经验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意见。正手接杀，正手接杀球主要是借助对方杀球的力量把球反弹回去。正手接杀主要有放网和勾球两种，他们主要是依靠手指的力量来控制落点和角度。直线球的时候，手伸直，靠四个手指和大拇指的力量。像这样把球反弹回去。这是接对角球，对角的勾网和正手往前的勾网抓拍是一样的姿势，网拍有一些倾斜，这要靠手指来变线。现在示范接杀放网和勾球。正手接杀的挑球和抽球的动作主要要领是这样的，用小臂带动手腕和手指，小臂向后倾斜一点，借助对方杀球的力量把球反弹回去。抽球动作要领是一样的，但是要把球拍往下压。现在示范挑球和抽球。技术要领，正手接杀主要利用来球的力量将球反弹回去，用手指和手腕掌握球的轨迹和方向。抽球，下面我们介绍抽球。抽球分上手正反手抽球和下手正反手抽球。正手抽球握拍和正手高吊杀握拍是一样的，同样反手的抽球握拍也和反手的高吊杀握拍是一样的。正手抽球动作不要过大，用小臂带动手腕，
手腕带动手指。当接触球的时候，手腕和手指并拢，手腕要往前压。反手抽球的时候，也是用小臂带动手腕，手腕和手指同时抽球。当触球的一刹那，手指要并拢。有多间分店为你服务之外，你仲可以喺呢个网址睇到我哋最新嘅产品情报同会员动向，欢迎查询全球。木法，基本战法，运动员在发完球以后，你的两只脚是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。两只脚的距离在一尺左右，同时两只脚的脚后跟要向上提起，不要着地，人呈半蹲的姿势，同时上身略微前倾一点，这样来等待对方的来球。后场正手起跳交叉步伐，后场起跳交叉步伐，准备姿势，右脚先向右后方迈出一小步，左脚跟着右脚并一步，右脚单脚起跳，重心在右脚上，当击球的一刹那时，右脚与左脚交叉，交叉之后上网。当击球以后，左脚先落地，右脚跟着前进一步，然后回到场地中间。这就是后场的交叉起跳，后场正手起跳出击步伐，后场的正手起跳突击步伐，要领和前面讲的后场起跳交叉步伐大致一样，只是在击球的一刹那，脚落地的时候和交叉步不一样。现在示范，右脚先往后退一步，左脚跟着并一步，
起跳以后，两只脚同时落地。然后落回原位。因为突击球要快，这时采取交叉转体动作就来不及了，因此采取直接落地。后场正手低球被动步伐，正手后场低球被动步伐，被动步伐和准备动作一样，出脚也是一样，先出右脚，但是身体不是往上而是往下，右脚先出一步，左脚交叉到右脚后面，之后右脚再大跨一步，在球很低的时候击球，击球之后回到原位。退一步，垫一步，滑一步，这是被动的后场正手步伐。后场头顶球步伐，后场头顶球步伐也是分三种，第一种是起跳交叉，第二种是后场突击起跳，第三种是后场被动步伐。先讲第一种后场的交叉步伐。首先右脚先转体往后退一步，左脚跟着右脚并一步，随后右脚再跨一步，人侧身，而后用右脚单脚起跳，左脚落地，右脚跟一步，回到场地中间。再做一遍。转体，退一步，并一步，重心在右脚，起跳回到中间。头顶突击步伐，头顶突击步伐和头顶交叉步伐不同，因为球过来的时候是一个平球，因此要求步伐很快，左脚先跨出一小步，右脚紧跟垫一步，左脚跨出的同时起跳，双脚同时落地，回到场地中间。左脚跨小步，右脚跟一步，左脚跨出同时起跳，回到场地中间。这是突击部分，这个步伐就比较快了。头顶被动步伐，当来球球路很低的时候，要求人的重心也很低，降低重心的同时左脚先出，左脚先出一步，转体以后右脚出一大步，跨步的同时把球击出，再转体回到场地中间。再看一次，左脚跨一步，右脚再跨一大步，同时击球。正手接杀步伐，正手接杀步伐，人的重心一定要低，两脚弯曲，个子高的人可以采用一步式，就是右脚大跨一步，
整个步子要拉大，髋关节要往下。小孩和个子比较矮的人可以采用垫步。垫步的方法是左脚到右脚的后面去，然后再打开右脚，正手上网步伐。正手上网步伐也分两种，一种是主动上网步伐，一种是被动上网步伐。主动上网是左脚先往前跨一小步，同时右脚蹬起一大步，成为上网的主动步伐，然后退回来，左脚跨一步，右脚往上蹬起一大步。正手往前被动步伐。正手往前被动步伐，重心要低，右脚先跨一小步，左脚垫一步，右脚再跨一大步，把球打起来。这里膝关节不能超过脚的脚尖，髋关节往下，同时左脚稍微往下带一点，便于自己回步，这就是被动步伐。反手接杀步伐。反手接杀步伐也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高个人的步伐，一种是小孩或个子不高的人采用的步伐。个子高的人的步伐是这样的，他先转体，右脚迈出一大步，重心要低，髋关节要往下。如果是个子不高的人，先出左脚，左脚先垫一步，然后转体跨步，击球后回到场地中间。反手往前步伐。反手往前步伐有两种，主动步伐和被动步伐。其实两种步伐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手上一高一低而已。反手的往前准备时，重心降低一些，左脚先跨一步，右脚蹬跨一步。被动的只是重心更低一点，左脚一步，右脚往下一步，将球击出，这是被动步伐。主动的脚是往上蹬的，而被动步伐则不是这样，这是两者的区别。技术要领，区分后场击球的两种起跳方式。接杀球、被动球、网前球的预备动作，注意降低重心。跨步时注意将髋关节降低。主动上网，跨步要向上蹬。被动上网，重心应向下压。
用，但喺专为羽毛球同网球爱好者而设嘅球拍超胜专门店，店铺分布广州，除咗本地零售外，更欢迎游购。反手技巧，现在特别向大家介绍反拍技术。反拍技术是羽毛球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，通过我自己多年比赛和训练的经验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打好反拍与个人条件无关，主要在于握拍的方法和发力的方法。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，我在握拍的时候，我的握法与其他人不一样。我是拇指在食指的上面，这样手掌是空心的。普遍别人的握拍都握在大棱角上，而我是握在这个棱角上。这样握拍有如下的好处：它便于打对角球时，手腕不会有太大的限制。如果你把手指握在平面，握在这个平面上，反拍手腕就很难达到合适的角度。在发力打球之前，大臂只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。主要是用小臂带动手腕和手指。这个时候，整个身体向前略微倾斜一点，击球的一刹那，把手指并拢，没有击球前，手是空心的，这是有一定空心度的。同时，重心在右脚上，左脚往上提一点，击球的一刹那，重心随着拍子向前，整个人的身体要舒展开，这样才能打好反拍。下面介绍后场反拍，身体和脚的配合。身体的重心是随着拍子挥出去，把身子舒展开。脚的配合是这样的：脚的落地和挥拍同时进行，在击球一刹那，脚落地。反拍里最难打的就是反拍的被动球。反拍被动球的手法和主动球的手法是一样的，只是一个角度和一个弧度的变化。被动的步伐是像上网一样的弓字步，
反拍、低球和高球跟主动的高球是一样的手法。这里对角吊球吊对角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手指的变化。手指在接球的一刹那要握紧，下面我把反拍后场的高吊杀动作分解示范给大家看。这是反拍高球的直线球，这是对角球，这是直线杀球。这是对角杀球，这是直线吊球。这是对角吊球，后场反手接球动作示范。反手后场落点练习，后场反手高球直线落点，后场反手高球斜线落点，
后场反手吊球直线落点。后场反手吊球斜线落点。后场反手杀球直线落点。后场反手杀球斜线落点。后场反手落点综合练习。技术要领：正确掌握反拍的握法，练习后场反手击球身体和脚的配合，进行后场反手击球的落点训练，练习控制后场反手击球的高球、吊球、杀球，龙腾为你搜罗世界各地优质的网球及羽毛球拍用品，并引入欧洲先进的电脑穿线系统，以提供最高水平的穿线质素。反手网前技术，反手的网前技术有搓球、推球、勾球、跳球和扑球。反手网前技术的特点是整个手伸直，它发出的力量既不在于小臂，也不在于手腕，而是在手指。用大拇指可以击出任何一种球。反手搓球，反手搓球主要关键在于大拇指和食指。当接触球的时候，大拇指往前推，四个手指往后使，球拍产生旋转。反手往前勾球，
反手往前的勾球有两种，一种是直接勾球，一种是假动作勾球。勾球最关键的是，当抓球拍的时候，你要马上变成球拍往外旋转，这样便于你勾球的时候调整角度。虎口应对着外侧，不能像正手握拍一样。这是直勾。假动作勾球像搓球一样，在击球一刹那改变为勾球。反手往前推球，反手往前的推球要领是靠大拇指，在击球时手臂伸直，用大拇指往前推。推球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直接推，一种是假动作推球。假动作推球有一点像搓球。反手往前挑球，挑球的主要要领是手伸直，用大拇指往前弹。挑球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直挑，球一过网就挑过去，另一种是假动作挑球。当对方往前跑的时候，把球挑过去。大家要注意，这里手指的关键部位，这里要用手指来控制力量和角度。反手往前综合练习。反手往前搓球练习。反手往前勾球练习。反手往前推球练习。反手往前挑球练习。反手往前扑球练习。
技术要领，注意反拍手指技巧。练习搓球与假动作勾球、假动作推球的转换。练习往前的步伐。在多个国际赛事的特约穿线专门店，每个员工都是热爱体育运动的专业人士，他们的丰富经验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意见。反拍接杀。反拍的接杀、放网和勾球，它的动作要领是手臂要伸直，用拇指和四个手指的力量来挡球，接住对方的来球。这是放网。勾球时的球拍和放网的时候不一样，它的球拍要倾斜一些。这是勾球。反手接杀主要是借助对方杀球的力量来挑球和抽球，动作要领主要是靠拇指和另外四个手指的力量，小臂往回一顶，用拇指的力量把球挑出去。这是挑球。抽球的时候，拍面要往下压。下面示范接杀的时候放网和勾对角。这是放网。这是勾对角。接下来示范接杀的挑球和抽球。先是挑球。这是抽球。龙腾为你搜罗世界各地优质的网球及羽毛球拍样品，并引入欧洲先进的电脑穿线系统，以提供最高水平的穿线质素。辅助练习。为了使大家更快更好地学习好羽毛球技术，我通过多年的比赛和训练的经验，总结出下面这一套辅助练习。首先是压腕，手臂伸直，拍面正对前方，手后仰下压，手腕要压到最大的程度，这样不停地反复。
接下来是徒手挥拍动作，它可以训练爆发力。手臂抬起，肘关节向上，拍面正对前方，压腕，还原，再来一次。这是反手徒手挥拍动作，手臂提起，手指放松，这是快速的发力抽打动作，这是头顶发力动作，下面是手指力量辅助练习。为了使腕力和拍面能正确的击球和正确的发出力量，我们可以尝试带着拍套进行击球练习。多个国际赛事的特约穿线专门店，每个员工都是热爱体育运动的专业人士，他们的丰富经验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意见。正反手步伐练习，往前被动球，
后场球。移动步伐练习。